中国上个星期五的晚间发布了公告，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习近平十多年前上任伊始便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曾经提出过反腐永远在路上。在七月份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高层的人事布局定型之后，那么习近平的反腐是否还会永远在路上？好，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欢迎两位。我们继续讨论。刚才提到啊，这个是新华社6月21号，应该是上个星期五，没记错的话，有这么一个报道。新华社这一个报道就是一句话：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在这个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张建春被调查。过去啊，我们看到的下马的高官啊，多半是业务官员，啊，贪腐、受贿这样的罪名比较多。但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次这个张建春啊，是一个党务官员、党务高官，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那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东西在里面？我们来怎么样解读？先请王教授先谈一谈吧。是，我想，中共的这个官方的宣布哈，有时候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就像您刚刚讲一样，它总共只有一句话而已。那么中间用的一些词，比较重要的词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那这个纪的话，当然是党纪；那法的话，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那您刚刚做了一个区别，就是说过去的话似乎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犯错的啊，被揪出来的多半是所谓的业务官员啊。那么张建春呢，他是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央宣传部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然后这样的一个高级的党官的下落马的话，很显然的是给人民的话有不好的印象，因为过去他可能还可以讲说这个中共的话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然后向人民效忠，然后这个非常清廉的一个政党。那么现在如果说连这个党他自己本身的话，这个贪污都不能够根除的话，我想是对于这个人民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权威的话是会有所怀疑的啊。但是我想这个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腐化呢是在中共的这个党政体制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的普遍，而且相当的根本。这也似乎给了习近平他要继续反腐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弹药和一个方法。嗯，好，谢谢王教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怎么看。你觉得这次这个张建春啊，中宣部的副部长，党务高官，这次落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因为反腐呢总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我们看到，过去了，习近平在他前面两届了，他毕竟还面临着很多是胡锦涛的那个提拔的各种部下，而他们呢，主要呢那个不仅是集中在就是党里边呢，而主要是集中在国务院，也就是那个从温家宝到李克强，然后以后李克强，那么跟就是那个他的那个包括像那个就是其他的团派的这些官员呢，那么经营了这十年呢，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么要那个通过反腐那个抹黑他的对手，那么那个剪除他的对手的这些那个政治根基，那么我认为这就是表现在整个国务院系统呢，那么其实不断的那么受到这个反腐了那个就是重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今天呢，不一样了。今天无论是党政军呢，都在习近平的一手控制之下，就像他说的东西南北中了，党管一切，也就是习近平呢，在这个所谓的深化那个改革的委员会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那么就把一切呢都给控制住了。那么一切控制住，这里面就带来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过去了还有党政还有一点点分工，那么所以呢就说，那政府呢掌握的财权呢会比较大，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贪腐的机会了，那么就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其实党政呢已经不分了。那么也就是说，尤其像宣传部，那么在这个中国梦，在打造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再要讲好中国故事等等，那么政治忠诚又在挂帅，那么政治建军呢又在不断的提出来，所以宣传部呢他掌握的资源和他握得的权力呢也变得越来越大，那么所以这种党政不分呢，那么必然会让党的系统权力那个膨胀，那么他们掌握的经济资源呢和权力资源呢也越来越多，也就是中共现在反腐经常说的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那个获得腐败，那么这恐怕呢就给党内的官员呢，尤其党务系统的官员呢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机会。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中共呢在处理腐败的时候也是党政不分了，那么现在是中纪委，那么跟国家监委，那么现在是合作那个其实是两个牌子一个机构这样办公，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最后的话呢基本上他会党政不分来那个就是贪腐，党政不分来联合办案，同时的话呢他为了就是维护习近平当下的形象，所有的这些那个清洗了他都会变得更模糊化，更统而那个概之，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具体的腐败是什么，但是呢从宣传部副部长这个案子来看呢，恐怕政治方面的那个因素呢高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嗯，在习近平担任第一届中共领导人大约十多年前不久，他提出来这个反腐，并且就提出来了要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当时呢，中纪委和中央电视台在2016年，大概是2016年十月份的时候，联合推出了一个反腐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纪录片，题目就叫做《永远在路上》。那么这次七月份即将召开的这个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这个人事高层这个部门这个定型，这都安排好了之后，因为过去啊，有很多说法说习近平啊就是反腐是为了肃清一些异己，那么这一次在这个高层人事布局都已经定型了之后，这个反腐，习近平的反腐到底还是否还会永远在路上？王教授，我觉得这个所谓永远在路上的话，就让我想到这个毛泽东过去曾经讲过，说他这个革命的话是永远的革命。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反腐的话，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是不断在巩固个人权力，和他要整肃这个中共这个党政体制来讲，都非常的有用，因为。反对贪污的话，这个是中国人民普遍支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刚刚提到过，就是在中共这个党政体制里面的话，这个贪污腐化是相当的普遍，而且可以说是经常存在。所以说，哪一个人下马的话，给他一个反腐的一个标签的话，我想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他上台之后用这个反腐呢，他就是说破坏了几个中共的官场当多年以来一个也许说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吧。过去比如说讲的所谓的刑不上士大夫，这里讲的就是说是这高级这个党官啊。您刚提到那个中宣部副部长张千孙，这是最近的一个。那么在几年前的话，他曾经甚至于动过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啊，这样的这个层级这个人物，那我想的话，这个那时候让很多的西方的分析家感到非常的讶异。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他习近平通过这样的，就是说这么高层次的这个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贪污的反腐的话，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是绝对会继续。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永远在路上，应该是因为如果说中共的这个党政体制真的变得比较。清廉，然后比较没有反腐的话，那个招牌摆在那里的话，还是可以给他这些庞大的这个党政的官员的话一个警惕的作用，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嗯，夏教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习近平反腐是否还会永远在路上？是他的反腐永远在路上呢，还是腐败永远在路上？夏教授，
是，因为反腐不停的话，是因为腐败不止了。那么，所以呢，这个跟习近平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那么当然是有关的。那么，不仅说习近平在那个就是过去了那个中纪委有反腐在路上，那么永远在路上的这个纪录片，我看到了就是今年一月份呢，那么中纪委呢又有一个新的纪录片，叫持续那个发力，那么纵深推进。那么，所以呢，当然了，都会继续这样做。但是这边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刚才我讲到习近平呢，过去了用反腐作为一个政治武器了，那么来打败击溃他的那个政治对手，那么尤其是李克强和李克强的派系和班底。那么今天呢不一样了，习近平大权一届在握以后呢，他不是要那个击垮某一个派系了，因为现在中共党内的派系都是他扶持的了，那么没有一个派系对他个人的权利那么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那么但是呢，他现在用反腐这个方式呢，来强化了那么每一个他下面自己的派系，比如说我们说自将军也好，那么或者就是说那个福建帮也好，那么等等，那么对他的这个政治忠诚呢，那么通过反腐呢，那么让这些官员呢相互之间有些竞争，相互也有告密，那么同时呢强化对他个人的忠诚。我觉得所以只要是有权术在，那我想呢反腐呢永远也不会停。习近平的这个反腐的行动啊，尤其是他早期的这些反腐的动作，常常就是被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被认为是清除异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张建春他这个情况，他刚才也谈到了一点，到底是政治违纪，刚才记得是夏明教授说可能政治方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还是经济违纪？那他到底是属于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还是因为是政治上的不可靠？但是呢，最终可能出来的这个原因违法违纪，最终呢还是用经济的这样的工具来进行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惩处。王教授先谈谈吧。我如果我要推断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政治上出了错的原因比较可能比较更大一点。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党官啊。那至于说政治上出了什么错啊，特别是在这个。习近平现在已经完全整肃异己，然后大权在握的这个情况之下哈，我们还要等这个等到有更多的这个讯息哈，来加以研判。那么是否说他在内部啊做了一些发言啊，习近平听了不高兴啊，还是说他的忠诚受到了这个质疑？那虽然说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已经大权在握。那就像这个独裁者的话，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把这个东西弄得这个体系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安全，但他们始终觉得说，有深深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因为说他们把这个法律啊，把这个纪律啊这些东西都拿做这个政治的武器，所以他们知道说，有的人呢，他如果被处罚的话，是心生不满，所以时时刻刻在培养一个下一个报复的机会，这也增加了这个独裁者他们的心中的深深的不满，所以不安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张建春这个事情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个案，那将来的话，要从那个中共的那些他发布的一些讯息里面去说文解字啊，就违法违纪，然后是不是那个像刚秦刚的话还牵涉到一个个人的问题，那就从这中间的话我们来做一些判断，那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人。夏教授想听听你怎么来分析，一是王教授刚才谈的他的观点，你是不是同意？再一个就是，您刚才已经实际上提到了一点，就是张建春这个情况，到底是政治违纪还是经济违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因为政治上不可靠，然后呢，最终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还是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惩处他。你能不能大胆的揣测一下？是大胆的揣测了，就是习近平呢现在在打造整个中国梦，那么在那个绘出一幅亮丽的所谓的那个就是中国的中华的崛起了那个复兴了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依靠的几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说的常规的这些那个军队了、党的系统了等等呢，那么但是呢有几个就是说现在容易犯错误的，那么一个是统计局，那么统计局配合这个中国梦，那么这个圆梦那么做得好不好，那么一个就宣传部，
那么宣政部配合的好不好？而宣政部呢，要配合不仅是国家安全，而且还有经济上的这个各种形势，那么还有对这个整个意识形态，包括海外的华人，还有大学的各种控制。那么所以呢，就说当那个张建春被那个就是处理以后呢，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那个李树磊了，那么就开了一个宣传部的一个会议了，就要给大家了，就是要统一思想了，要那个敲那个就是一个警钟了。那么他这里边提的，我看的那个公开报道的，那么他就讲，就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高度保持高度一致，那个恪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那么我觉得，当说这种话出来的话了，那么就不是说要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等等的。那么所以我的揣测了，那么更多的呢是犯了某一种政治上的纪律那个方面的错误。至于是什么，因为中共的暗箱操作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恐怕呢未来呢逐渐会那个显示出来，恐怕在某一件重大的宣传事情上呢，恐怕出了什么事故。嗯，刚才实际上下一个问题呢，刚才我们在讨论第一个话题的时候呢，谈到了一点，就是最近的这个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会议啊，他在谈这个政治的同时，习近平又说了，说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又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军队很可能还会有人落马？王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分析？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信号，因为军中的话，就像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啊，过去四十年来一个缩影的话，就是说他这种中共党政不分，然后权钱交换、权力跟金钱交换这样的一个体系，让就是说提供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滋生腐化的一个土壤和条件。我想这可能是习近平他意有所指的。所以有些人他在那个体系里面，他可能个人操守有问题，那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是不想贪污，但也没办法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过去这个中共的这个军事单位的话，虽然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大量的成长，每年都是两位数字这样成长，所以在这个现代的武器和训练方面的话，当然有所增长，但是军方也做了很多一些所谓的不务正业的事情，比如说这种军工民生的两用的这些企业，那么这个就说这权钱交换，所以很多这个军人的话，他也可以借此这样捞一笔。那是不是表示说将来就是说特别是军队，他要提高他的战力，做一个现代化一个军队，就是做一个国家军队的话，应该尽量的减少这些副业和这些不务正业。这个是不是意有所指，讲说要这个避免这个有这个滋生贪腐这个土壤。当然这个军队的话绝对是不能够有腐败分子，因为有腐败分子的话都会影响到这个军队的战力，所以我想习近平讲这话的话绝对是释放一个讯号，就是说他在军队里面的整肃的话还没有结束，而且还可能会扩大。嗯，谢谢王教授。夏教授您怎么看？你觉得这还会有新军队还会有人落马？是，我认为军队里边呢，可能还会有人落马，在于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那个面对的经济的整个的全面的这个就是不仅是下滑，那么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了。那么尤其如果我们看这种个房地产呢，中国的那个出口了，还有那个基本的经济的大的层面了。那么所以习近平要靠叫军中了，其实就是要过苦日子了，要勒紧裤带了。那么过去了有钱的日子，有人民币了，可以解决一切矛盾的那个一切矛盾都可以变成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么所以呢，当军人呢，现在就是一方面习近平把军队目前那个面对的外围的环境搞得越来越危险了。也就是说，不管中国那个军队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愿不愿意去，比如说在东海、在台海、在南海、在印度边境了，那么要去进攻或者战狼外交，要去统一祖国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即使中国军队呢不愿意去主动的去做，但是呢，这四个那个燃点呢，包括今天俄国跟那个北朝鲜呢，在强化他们的军事结盟，就谁打你，那么我就帮你打。那么当然了，这里边也可以针对中国。那么谁跟那个就是北朝鲜过不去的话呢，那么俄国就会帮北朝鲜；谁跟俄国过不去，那北朝鲜也会那个帮俄国。那么其实把中国呢也夹在中间了。那么所以呢，面对着其实军队的那个更恶劣的一种环境。
但是它的粮草了、弹药了、那个供给了，其实是在减少。而过去中共的军队是跑官卖官，花钱买将军，然后呢，那个就是导弹里边呢，或者现在就报道说是里边是装水等等。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当然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确实是担心了。那么他的自己的不仅对军队的控制，而且他的社稷江山呢、啊？那么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对军中这些贪腐呢，一定会那个进一步的重拳处理。嗯，好，我们还有差不多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稍微简单的来讲一讲，就是目前来看啊，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这个反腐是否可以说取得了一些成效了，对腐败起到了震慑了？王教授先说。我想表面上看起来是取得了一些的成效啊，因为每天都有这个高官落马新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似乎是对这个中共的党政高官的话取得了一些这种吓阻的作用。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政治清洗或反腐的话，它是除弊的话，除弊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有没有新力的这个做法？嗯，夏教授。是习近平的反腐呢，陷入一种异化和自我矛盾，因为呢，习近平的整个统治呢，越来越向寡头和个人集权方向走，但是呢，他在用这个民粹主义了，在那个就是吊老百姓的胃口，给老百姓呢那个抛洒些红肉了，就是献些祭品呢，那么获得他政权合法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其实在离异他自己的那个政权内部的对他的这些官员对他的支持和忠诚，因为大家呢是人心惶惶，所以习近平呢用政治食肉主义了。那么其实在对待自己的那个官员呢，就是政治绞肉机了，也会带来他的那个后果。所以我认为这个反腐呢，让习近平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嗯，好的，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可惜呢，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夏明和王维正两位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能代表美国之音。